没有啊，啊，我没看错的话，你这个手是个短杖啊，打人肯定很痛。我上来就看看，哎，大哥，你啷个还上嘴了嘛你？耶，没整对呀，没有啊，哪里？你这个手 是不是磕皮了的？说大哥提醒，不你妈的！哎呀，没有啊，说错，我说的是毛氏咖啡的味道啊。